大妈，能小声一点不？整理仪容操，现在开始。大步过眉，后步齐领，侧步过耳，清爽好少年。面容整洁，口气清新，衣领端庄，朝气去上岗。工服笔挺，口袋平整，裤缝笔直，精神每一天。准备完毕。准备完毕。我们的口号是 To fill the world with light and warmth of hospitality， 让我们给全世界献上阳光和温暖。讲一下，今天有两位 VIP 客人入住，另有一场寿宴，三场婚礼，大家准备好，一定要表现出我们的细心、耐心和热情，尤其是礼宾部要打起12分的精神，因为你们代表着酒店的门面，关系到每一位客户对我们酒店的第一印象。下面点名表扬一下张光正。张光正，一不怕苦，二不怕累，主动承担起很多夜班任务，而且这几个月没有一次请假和旷工。今天早上起来下班后，还主动参加周例会，号召大家向他学习。没别的事了，解散。哎，孙经理，我有个事儿。为什么要改排班表呢？为什么要让别的同事替你值夜班呢？为什么年轻人一遇到问题就要找领导？为什么就不能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呢？为什么你就不能晚下班一个小时，把那个广场舞的时间给错开呢？您的意思是以后可以晚来一小时？为什么要晚来一小时？这一小时给不给加班费呀？为什么要给加班费呢？为什么要让酒店为你的个人原因买单呢？对不起，经理，我没事了。为什么现在这年轻人这么没礼貌呢？再见。喂，哎，儿子。喂，大正子。喂，大正子。哦，妈，
儿啊，你那边咋那么吵呢？你还在外面溜达呢？对，我搁外头溜达呢，刚下夜班。妈，你等一下，我找个安静的地方跟你说啊。你这整天上夜班，白天咋还在外头瞎溜达呢？你赶紧回去睡觉去。哦。那回家路上呢？你这老熬夜的人可得注意身体。我给你邮的黑芝麻，你吃了吗？吃了。那还差不多。哎，我跟你说哈，我今天买菜的时候啊，遇到你刘姨了，说他家强子从北京回来了，非得让他爸托关系找工作，现正跟家里打呢。我心里话，还是俺儿能耐呀、啊。在北京啊，工作稳定，还有房住。哎呀，我就租了个房，又没买房。还得跟同事合租的呢，那也不容易啊。北京多大呀，能有张床睡都不得了了，更别说是有间房了。你说当初和你一起去北京的逛子呀，还有大鹏啊，不都混不下去回来了吗？北京那啥地儿啊，能带住的都是能人啊。啥能人？就是能人。行了，儿啊，你也别在外面瞎溜达了。那微信上可说了，吃啥营养品呢，也不如睡个好觉。卧室啊要静，床垫啊要硬，睡得饱才能身体好。知道了。那啥，妈，我到家了。啊，好，那先不唠了，你赶紧上床睡去啊。嗯。欢迎光临。嘿，豆子下班去给咱做小面，期待吧。等会儿回去补完觉就能吃上了。我不想回家，我真想搁楼上开间房，好好睡一觉。行啊，你这一觉能睡掉你一个月房租呢。要不你去我屋睡一觉，我给你算半个月房租，我给你把窗户关上。睡你屋也没用，关上窗户也白搭。你这是神经衰弱，得治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再说一遍，你家眼睛干嘛使的？冰箱里的啤酒我动都没动，这58块钱哪来的？放那破沙发，我进去的时候就那样。凭什么说是我抽烟给烫的呀？你们有证据吗？把我当傻子了？我告诉你，怎么回事？哥几个，大爷型的客人来了啊！一会儿小心点。我刚听他接个电话，估计是要账的，急赤白脸，不知道跟哪玩牌输急眼。来，赶紧查。先生慢走。慢什么走啊？取车，赶紧的。看什么看？先生慢走。这两个可以啊，总算把大爷送走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就属这种混不吝的最难缠，自己不高兴，拼了老命也得让别人不高兴。幸好没惹麻烦。
动我车了啊？过来，哎哎，先生您别激动，不是不是，快，看看，是不是动我音响来的？我是看你要开车上路，现在这么早，可能把音响打开提提神。这是你的车吗？啊，你动得起吗？过来，你先生，您有话好好说，来，走开，看看，看见了没啊？是不是你蹭的？没有，那哪来的？我没蹭着，咋没蹭着啊？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这样，您先别着急，我让同事去核实一下，您先稍等。等什么等啊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叫你们管事儿的去。先生，你要找我们经理这边请。请什么请啊？我今天就站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。让大家伙都看看啊，你们酒店干的好事儿啊，看看。先生，您别着急，您看一下，我们酒店泊车呢是有规定流程的，这个单子上记录着车况，您看右前大灯下方划痕，这有您的签名，那说明这个车子交给我们之前就有这条划痕了。少废话。没准是你们后写的呢，先生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做的一切都是符合酒店流程的。您这车不是我们蹭的，他给您开空调、开音响，那也是我们酒店人性化服务的一项。人性化什么呀？你人性化？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就把音响给您关了。滚滚滚！我听得有歌的人吗？我看见了吗？老大，我是听这个的，怪不得我这一晚上走背字儿，就因为你们这家破酒店。还有你们这帮看大门的，动我东西坏我运气，我去你！